因为我们需要了解技能。嗯，我去扒他看一下。哦，风七的缺点啊，风七缺点就是攻击太低，就是 combo 很高。多十几张，不知道。这样都看不到我尖叫了吗？只会懊悔说买错技能而已，不会尖叫啦。反正玩到最后都应该都会买到吧？不一定，不一定哦。它很多，所以它总量很多。你们有用过龙之斧吗？那个是一只地龙在地上游过去。好用吗？不好用，你要对准，它是指向剂，不是指定剂。哎、欸，对不起，这游戏都是指向的。它范围很小，不是范围很小，它的，对啊，就是直往前冲的范围是很细。嗯嗯，蛮趣味的啦，可以试看看。对啊，反正招式买了就是试试看嘛。对啊，殊不知你想成为土系达人，你要成为那个塔利亚，还是你要成为降世神通，每个都来一个，什么都会，对，什么都会。不小心就快死了，我按摇杆声应该不很大的吧？还好，还行。就听得到，但是还好。嗯，你是玩的时候是贴近嘴巴在玩吗？没有啊，有一段距离。哦。哦，已经有整理了，不是哪里来的？对啊，我现在配这两招感觉还不错用。哪两招啊？哦，我看一下。嗯，福特弹球跟雪花轮盘。这两招都是在周围会有东西在旁边绕来绕去，哦，然后再配上一个打击技就好了。对，所以我只要靠近过去就可以造成很多连段。哦、然后我刚刚拿到小鳄鱼星啊，我血量最大值不是500吗？嗯，我现在已经505了。哎呦，哎呦，感觉可以哦，而且你暴击会回血。嗯，啊，地壳之钻。哎呀，打冰了。然后地图趴数是那个这探索趴数。哦，好，对，它不是怪的数量，是你地图开的数量、嗯。基本上你探到100%，你也打完全部怪的啦，除非你有些怪略过不打。嗯。哦，这边有很多，应该基本上都全部都有的东西了。我靠，已经有人破关了，好扯！哇，一定有啊！哇，有一件衣服穿了之后剩一滴血，这么嗨哦！好嗨哦！嗯，啥？哦，差点！这是给哈扣人用的、啊，哎、欸，会不会是拿这件衣服之后去？破关可以得到成就。哎呀，也在玩这个，对啊，好玩好玩。看这三角陷阱吗？陷阱？不知道，就看到一直射冰锥。哦，陷阱啊！嗯、你把怪要打死就不会有那个。那、啊、打冰王，冰王死了。你开打，我把他打死了。没、欸、换我，趁他虚弱。再来一次。对，趁他最弱的时候。冰王大招很痛，对啊，刚刚被大招碰到有点痛。我这边有那个啦，已经有人贴出来的东西，如果你那贴给我们啊，不知道的，有贴了。爆裂爪，爆裂爪，回宿舍辛苦啦，洋洋。小王，哦对，快冲上！就 hold 不住了，没关系，刚开始玩而已，坚持下去，你就是你可以的。挂了，碰到一点点而已。
哎呦，不要！啊！嗯，中大招！哦，哦，痛！这什么？先解决你一只。你们不要分这么散，站近一点。看我一起尖叫。今天应该不太会尖叫了啦。就是都有玩过了就还好。对啊，今天比较 OK 一点。啊，这招不是可以挡，你骗了。被骗了。刚以为指向机都被我的风给挡住。结果你。我太相信我的风啦。他有一招可以把有一招那个闪电的可以把投射物全部困在外困在里面。我刚去普攻了那个地雷桶还是什么的。啊，普攻什么桶子，然后普攻一下他就爆炸。哦，你看到惊叹号你还打他。哦，没有，都是物件就打一下。他以为里面有 snake 吧。好哦，这招屌屌的。空气陀螺。空气陀螺。普攻的时候就是在身边转转转很多圈，潮汐爆破，就是身边有蓝 buff 在那边帮忙打。哦，好好，可以，有人帮真好。哦，追踪王，这招看起来好猛哦！调一下，调一下。好，这样，我先吃一口炒饭。炒饭，刚刚点泡面的，我送来的是炒饭。还不错啊，好像升级了。哎呀呀！我雅雅跑去那边了。嗯，到处跑啊，可以的。可以可以。哦，这是好猛啊！这是什么彩虹消吗？哦，那个你要一次连击把他打死，你要连击一次的连段，然后之后伤害够了他把他打死，不然他就一直回血，一直回血。嗯，有一个装备，它是一个手套的样子，可以增加你普连击手套。对，叫做连击手套。连击手套是不错啦，打不掉哎，欸，前期应该是打不掉吧？可以，可以，很难，前期很难。你我遇到了，可恶，要怎么打？哦，你的招式可能不行，因为你最后一个是火球，不行，我都风系的，我只能打 combo， 不行不行 ，A 不掉 ，A 不掉就算了啦。嗯。商店哎，嗯，等一下，哦，有陷阱，火焰，痛，哦，攻击强化了，快一点，嗯，反正。我的血量要低于100滴啦，我要回血啊！哦，冰精灵，冰精灵，我遇到你了，可是我现在先买血。啊，不行，看一下，现在地图72。哎呀！来偷听，阿基，来玩了吗？阿基。你去楼下或楼上玩啊，可以联机，对啊，可以联机，这个联机嘞，带着摇杆可以单机多人。哦，哎呦，你不是几个人啊？你们满了吗？没有啊，我们在各玩各的啊，就是跟之前60秒一样啊。你看，哦，那我先剪片好了。哦，好哦。嗯，啊，里面有蓝色斗篷哦。你可以穿着蓝色斗篷到处跑
很累。欸，你的睡觉时间差不多啦，快到了。嗯，哎，技能太方便了，我不习惯。怎么又回到这里了？哇，我的血量快700滴了，不能来我的群，你来我的群也进不来啊。这是特殊房间。对啊，这个是周五周五周二专用房耶。跟你们讲，差一点点就可以。来自说大王小王吗？不是不是，哎，有有有，打掉那只应该是小马吧。对对对，看我要去挑战看看，我升级了什么？雷电欸，你可以用看看啊。欸，我打掉了欸，天哪，恭喜烂东西。欸，也不烂欸，先买东西买一下好了。然后 LB 跟 RB 键的东西是打完就会消失吗？对，通常是。你可以，因为你那个 LB， 你那个雷电，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它有它中间会有数字，嗯，它就是到一定的冷却时间之后，它会多增加一个，嗯，然后最多就三个，所以你可以一次放三个，然后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再放。闪光皮鞋你没有拿过吗？看一下啊，等一下，好耳熟，我拿过欸。可是可以往前瞬移三次，然后再回缩。塞了力，好像是加你暴击，还是加你伤害，然后可是你被打也很痛，干嘛？他是那个的吗？他是诅咒的吗？对吧，啊？你打人痛，被打也痛吧？如果是增加暴击的，我就拿，管他是什么装备，好像不是增加暴击的。啊，小王总就这么强。你有没有清场完啊？他还剩一个清，然后就被扁掉了，血量不够多。没有，我说整张地图哦。我，哦，还没有清完，整张地图要清完。他还剩一个骷髅头啊。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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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我在开台，给个面子，给个面子。嗯，死了啊，都这样啊，好啊。不给面子，他要给你一张面子，给你擦眼泪用的吗？对啊。面子。我来学老皮的方法打。他用什么？下棋啊，加拳头啊。哦，好用吗？加。下棋是不错啦，下棋第二技就是要踏一下之后可以再踏第二下。嗯哼。嗯，这样吗？撕裂旋，嗯。我刚讲吸血这个，吸血会要你暴击才。欸，好买的。励志剧比较多人看，开台不是要励志比较多人看，什么意思？什么励志？你说要励志一点吗？行，我们可以再行的这样子吗？可以，可以的，我们打得赢。行。现在打不输没关系，我们有钱，看看更好的东西再打他们。可以，没关系。第一次试了失败了，没关系，再来一次。我忘记我换技能了，下棋哦。哦，活力是加最大生命10%跟防御1%。你说衣服哦？对，决心是加8%的护甲跟1%的防御。决心是加啥护甲哦？对，坦克用的。对，然后有一个叫冒险，是黑色的，加10%的跑速，16%的伤害，不过会减12%的冷却，还有减40%的生命。这40%生命也太多了吧？还蛮多的。就是你那天好像不是刚好抽到就是那个。然后有一个是减12%冷却跟加8%的速度节奏。
冷却，使用石化冷却。所以不用一开始就冲网哦。不要，你有技术的话可以啊，你是闪人的话可以啊，你是夜修的话可以。啊，你听不懂？啊，去看啊！全职高手好看呢、欸。不是看一次就回不去了。决心，被敌人打到，让我更有决心的打回去。你打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一天到晚。负担之矛，哇！他最后那个斗篷是最大生命值减少为一，护盾无效，不受其他任何物品影响，就是让你挑战自我用的。就一滴血啊、喔！对，太难了吧。这游戏有闪人，我以为有，被自己搭技能，结果就只是。因为想说可以当个近战法师，我现在是成功的啦，可是被打爆了，好痛哦！扛起来，猛岩！我不知道选哪个招了，随便买好了，这两个我没看过的。我们来打个陀螺好了，白银陀螺。哎、欸，白银陀螺是走很慢啦、啊，我看一下。哦，对，白银陀螺会减少攻，减少。移动速度超慢欸，它是减少最少50%吧？你没有跟我讲那个，我拿过那个，我看到我觉得时间还最慢。我这个才三步欸，它增加伤害增加蛮多的啦。可是哦，我想起闪光皮鞋了啦，它好像真的可以顺三次，然后可是你移动速度很慢。哦，它真的可以顺三次啊？哎，真的是顺三次，对，真的是顺三次。我在散步啊，那是故意翻译的吧？闪光的皮鞋。哦哦，火龙，下去啦！哦，尤菲的围巾，可以增加防御力。我在散步喽，我们就悠闲的打吧。当战斗陀螺。这个，这是塔菲，跑台，梦怡也在跑台吗？跑起来，大家都在跑台。为什么暴击没回血？骗我吧！哇，雨月，你的速度也太慢了吧！超慢啊，我在逛街啊。暴击没回血会吧？你是装吸血鬼眼镜吗？对啊，应该会吧。我暴击都是。一只怪可以爆很多下，可是他没给你回吗？对呀、啊，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这边暴击他是不是都有回啦。哦，痛！你是不是有什么装备磕到那个东西？哎，这个赞，这个不错。要挂啦！刚要清完兵就要快挂啦！哎呀。啊，多玩几次就会熟了，多玩几次，多玩几次就熟了。散步台，缘分到了自然会通关，真的。还剩机车哎、欸，你被打过是不是？会快死。毛起来才会瘦，好，哎、欸，合理。毛起来才会瘦。要跑起来，哦、跑起来才会瘦。我根本在散步啊，根本跑不起来啊。因为你这是第三关了吗？这是没办法跑啊。我这第二关。哦，哎，旁边有啊，二之二啊。哦，有看到了。哎呦，汉娜来啊，来淡水啊。这款游戏可以对打，来啊，不要说我气。这是想跟我打架，来啊。打架喽。今天找我打架的女生，真的没有见过。哪个？哪个？安娜。哦、没有，我说雨月，他挑，他在逛街。没有，他就整天跟我约战哦。打架，打起来，打起来。啊、
雷之谷是真叫什么？雷系上听起来是雷之谷，我看一下啊，雷之谷雷。那我要风之雷之谷，在你受伤的时候会释放一阵雷电。哎、欸，那不是雷的什么电池才是吗？还是电池是攻击才有？不是、欸、电池是增加伤害，分裂是增加伤害。阿飞长火，那你就要节制一点啊，不要一天到晚约战啊，约了又不出马。承受一定伤害之后会释放一道雷电，对，哦，要被打哎、欸。没关系啦，隐藏，隐藏被打没关系啦。缘分到了就会百万订阅，对啊。快了，快了，快了啦！快了，你都快死了，我也是。讲错了，不是死了，对不起，你都快死了。我快死了，快死了，死了，快了。哦，你快养我们了。到时候还不给你养。没有，现在给团团养。真假的？对啊。哦，而且我记得好像这里这里很难打，你们哦，你们全部下去了哈。哎呦，哦，对我上次有拿到一个药，好像是可以增加，就是你每下攻击都可以暴击耶。我靠，这个睡个觉明天就十万了，有这么好就好喽。哎、欸，活物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嗯，走走走走，哎、欸，好像探索完了、欸，糟了，我是不是该去买个血量了？好了，我也快了，玩太嗨了。那个小鳄鱼心好像最多到750D 而已、欸，你还那么高哦！天哪，好扯哦，好扯哦，真的好扯。他最高到750D 而已。追踪火力，哇！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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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不错、啊，我也没钱，打一打会回家的哎、欸。哦，一开始就看到我们，开始看到我们，你别没办法去打他，对啊，可以的，十一点，不，你可以啊，越级打怪而已。嗯，快十一点，现在快十二点了吧？对啊，剩十二点了。完了，因为有人说快十一点哦，他可能在那个啊，他可能在香港、香港、日本啊。嗯，看一下哦，买表，减少冷气的时间，但是会降低你的奥数充能率哦。大招放的比较晚。到第二大关的 BOSS 关啊。啊！我血量破500啦，好开心啊！听说日本快要一点了。哦，好哦。那个我猜是冬雨讲的，是不是？哎，不是哦，不是，是一个叫猫猫的。哦，等一下，你为什么放四招？有一个研究药水的、欸，要理他吗？不要，你牺牲一个技能换他一张买水减半的卡，看你要不要啦。不要。没有，哎、欸，没有，那个不一定满血减半。我上次拿到一个好像什么的，不一定，不一定。啊、一定那我就赌注看看好了。你帮我看一下。医疗卡片，对吧、啊？医疗卡片就是满水减半啦、啊，所以是固定的哦。它好像是随机，因为我上一次有一次，他给我回血到500D，但是就没有那个医疗卡片。哦。太贪了，太贪了，太贪了，太贪了。单机多人啊。可是没有人在淡水啊！哇，痛啊痛！两招，等一下，你又放大招！我现在走超慢，你放大招，我很痛苦，你知道吗？招！你们打完第一只第一关的 BOSS 花待多久？很难讲耶，不一定哎、欸，
这个其实每一次打都不一定。你是说花多少时间打第一只 boss 吗？你要看是哪个属性。对对对，第一次打掉，这样火的就比较好打、啊。嗯嗯，看你一开始。雨月，你的冲刺有限制，那个打那个火球好累哦。真的，还好过了。真的。哦。好了，第三大关，上一次也是卡在第三大关。哇，那个血量还不过，我告你。哇，这个很难讲哦。你看到现在我准备笑你啦。不要啦。是啥？奥数奖励卡。哎、欸，对你刚刚讲奥数奖励卡是干嘛？那个攻略看一下、哦，好像是买所有奥数的以后有优惠。哦。啊，符文嘞？符文奖励卡就是买符文会优惠、啊。哦，回去。那这样吧。符文。旁边的勾好烦，真的摔下去两次。哇，现在的敌人好强哦！我放个魔镜了，25%哎。75%获得折扣75%是打二五折还是打七折？到底怎么刚打过的？喂，就很会闪、啊，就完全不贪刀吧？就等到他们都不攻击的时候，然后再打的。嗯。嗯，有黄叶，但是为什么走这么慢？因为这个。因为一颗白银脱落，所以我走超慢。因为他在盗梦空间。哦，少一个技能差好多哦。对啊，他叫你不要用啊。什么医疗减半啊，废物。不是医疗减半，你买水减半。50块。嗯，永久吗？永久、啊，永久啊！就是你这一轮里面，在这场这一轮里面，嗯，这是什么？我踩到毒了，我要自杀了！爆破精灵，树莓，徐七饼，我剩一滴要打啊！树莓，你说那是道具吗？道具，它好像会增加那个血球掉落几率。哦，好像不错哎、欸。完了完了，可是我还没有精灵，我先买精灵好了。先买个精灵好了。嗯，黄衣的效果是增加暴击，还有一个效果忘记了。啊，刚刚说忘记、去看一下。黄衣是叫什么？暴击？是希望吗？哦，忘了。我等一下死掉的时候再回去看。然后对，马上就被小怪打死了，自己竖起。哇，开大招啦！基础飞石。啊，我现在也没钱买东西了。我走真的很慢呢、欸，我走到什么时候啊？鬼有血有肉，真的，找不到红牛。哦，有了，增加暴击率跟暴击伤害。哦，暴击率、暴击伤害，嗯，专门配吸血鬼眼镜的，嗯，那应该买那个才对，买黄色衣服的，寒冰加攻速吧，